陈全国到北京去送那个葱草，一麻袋一麻袋的送。当时他给这个席的姐姐乔乔去送东西啊，就在我们盘古交接，在楼下。结果是给乔乔就两袋子。你想想，当时的席刚到北京啊，他就弄两布袋，再加上四袋子给乔乔，你想想那是了得了吗？你想想啊，这小子多会玩啊，是不是？贾庆林说过话，说陈全国这人可以绝对给当党和国家领导人。现在他接着啥？胡春华，全国农村工作组副组长。胡春华要升了，胡春华是要当总理的，或者是当人大主任，甚至是接中办主任，接丁薛祥，一定是这个。现在习让他去当接政法委书记啊，要接郭声琨啊。现在就是政法委书记、总理、人大主任、中办主任这几个职务，你想干啥？然后给全国同志谈了，西哥这掌握的信息啊，全国同志，你回来吧。先接春华，甚至你去干政法委书记，我们就调整。陈全国可不是降了，你们搞错了，陈全国是升了。陈全国在新疆往回送那些翠和玉，每年送回新疆特产，每年30大卡车进京，同时再去到上海、到广东再几十大卡车，每年陈全国会降下来，你太天真了。头两天我们的战友在新疆的啊，叫特派员啊。他说：“七哥，陈全国要整大发的，真正的要进核心了。政法委大变，中办大变，国安委大变，